琳琅满目的宠物食品超多元，从干货到罐头应有尽有。但现在除了有这些常见的宠物零嘴之外，不少的毛孩家长也开始注重宠物的身体健康，因此保健食品不止人类需要吃，毛孩的肠胃道更要顾健康。当我们平时就有做好肠道保健，比如说补充益生菌的部分的话，这些好菌呢就是在我们肠道它就是可以就是比较多，那它就可以排挤那些坏菌的生长，那就可以让我们肠道比较健康这样。顾好肠胃道是提升免疫力的基础。百年老字号品牌福寿实业不但是全台最大的宠物食品制造商，在台湾更拥有近超过40年的专业研发经验。今年更为了毛孩的健康，在宠物展当中抢先曝光全新的保健食品守护 DS 宠物益生菌，由专业的兽医师团队实测，8周内可以有效降低毛孩的粪便异味。是由我们公司独家研发的 FSCL7 的。那个液化淀粉芽孢杆菌，那它也有那个芽孢乳酸菌 BC1031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里面还有福西氨酸、中链三酸甘油脂跟综合的一个维他命，可以让肠道的菌相平衡，所以它可以增进肠道的健康。小小一包就有满满营养素，守护 DS 宠物益生菌不只可以帮助食物分解，还可以强化营养补充，增加活力。不论是直接吃或是和食物混合着吃，通通都可以轻松补充。目前预计8月将会在各大宠物通路陆续贩售，从肠胃道开始守护毛孩健康。记者陈玉婷、周家伟台北采访报道。